离开那天，他们说我是万中选一。但大地的气味告诉我，七千年前也曾经有人像我今天这样出走过。也许我的身体准备好了，但我的心还没有。记忆中的那个世界，我们感受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，所有火山和黎明是真实的，恐惧是真实的，真实不过同伴们最后的颂唱和亘古宇宙发生过的43亿次日落。每一片雪的说话声是真实的，里面有露水和希望。每一个白天都紧跟着黑夜是真实的，每一个黑夜都紧跟着白天是另一种真实。黑胶唱片是真实的，阿法狗也是真实的。如果用生命去跳广场舞，广场舞就是握紧的全部真实。到头来，只有最强者才能幸存。凡人总有一死。闭嘴！刀沾了，赶紧给我下去。没什么能停住时间，是我们学到的第一课。然而时间也不能停下我们。最残酷的守卫不能，马里亚纳海沟的比目鱼不能，献给信徒的一首诗也不能，直到纵才好。